跟着脚步，夜兰走读，感受嘉义街区的小城魅力。嘉义梅街图鉴获得景观与设计两大奖肯定后，要延续美的精神。市长黄敏慧热情邀客来超过百年历史的蓝景街，感受人文风情。整合市政府的内部各局处一起来，最重要，我们要点亮嘉义，再一次的发现。 嘉义之美，蓝景街不仅留存着超过300年历史的红毛井，周边还有信仰传承代表嘉义城隍庙，街上20间店家特别串联发展地方文化和产业，要把嘉义市街区品牌化，让游客来访能体验一场文化探索之旅。用扩增实境的体验，让大家去串。 虚跟实之间的串起了新旧融合这样的一个体验，还特别邀请红艺灯笼师傅手绘灯笼，特别以橘灯笼运动推出消费集章赠，带动店家共融共好。嘉义街区老故事注入新活水，就盼游客一同感受新旧世代交融的小城风景。记者侯国门，嘉义采访报道。